看看我们这个赛季能打到多少排名。来吧，现在我们的排名是第16465名，开整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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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天，刚刚说完就变21873名了，世事难预料。给我们匹配到的对手是10847名 ，Kamakidi。我看看啊，林小龙我不熟，塞鱼龙是纯水，美狼辉夜骆驼姆吧。哈喽，哎我天，这联盟卡是什么？好了，对方选手派出了周边兽啊，周边兽我可以怼他，他是一般属性，真的很谨慎。哇，这么莽撞吗？来吧，蒸汽弹，命中！哇，居然没过半！哇天，蒸汽弹 没过半，可还行？哎，这样的话他自己也会被冰死，那他完了。我也会冰死，那我第二下用不出来了。他就不会冰死了，这下完了，我太惨了，我太惨了，我的气腰啊！他肯定想到我带七幺了。哎呀，那么我就不跟他客气了。这样的话，谁快？我快，水溜！哇，打好手，下次能打死啊！下雨了我就能打死，现在没下雨。还用了极具攻击，哎呀，但是这样会降我的速度。我天，142，等一下啊，142 181，加起来142 181，我能扛住。我经过计算确定我能扛住他的第二下，耶、yeah! 就是这个数。Lockdown， 但是我已经两只不行了，这就比较危险了。咚咚咚咚咚 ，Mimikyu 没招了，他是出手干掉我还是剑舞呢？我不管了，我不能给他机会。他如果敢剑舞，我就幽魂打掉画皮再说。果然他剑舞了，他没有选择摸掉我的残血洛托姆。哦，卡蹭，降了他的防御。降防御没用，哎，待会儿我的那个什么，对呀，刚才这一招我应该考虑一下降他什么，降他的防御没用，我是一只特工的辉夜啊，他终于影子偷了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迷你 Q 应该没有电和火的招是吧？有潜灵七袭了。哎，那我用一招守住不就行了？是不是啊？他潜灵七袭，我用一招守住不就可以防他了吗？冰，好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潜灵七袭，潜灵七袭不怕守住啊？潜灵七袭无视守住。Oh no！ 那这把废了。刚才用加农光炮的话还有点戏，居然无视守住。好吧，这是属于输在了我们知识匮乏上。我的排名又降了，潜灵奇袭是从翻转世界过来打我的，
这招是跟那个鬼龙学的是吧？哦，对方也有大辉夜，也有秘 Q， 还有阿鼠，来吧兄弟。哦，对方一上来就大辉夜了，美狼打大辉夜，异兽之间的战斗，我要换骆驼木大大。啊，果然中上了，他果然是中上了，我还不知道他是特工辉夜还是悟空辉夜，就直接开打就行了。十万伏特，耶，换人了，上了阿叔，阿叔打破了常规，气死我了！阿叔，你敢上来，我让你好看！你敢上来，我就敢收下你，阿叔。虽然我血已经不满了，但是我应该不至于被他直接拍死。哦，他破格，然后就地震就可以打得到我了啊！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阿叔。亲，再见。哼，超坏心，超坏心，我急剧闪电岂不是效果绝佳？哦，他有碉堡，他碉堡防一个回合先，但我急剧闪电还是能打到一点的。哎，虽然打得很少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俩谁速度快啊！你看他超坏心连腿都没有，应该是跑得很慢的那种。哦，我先出招了，一闪电！哎呀，就差一点点啊！哎，哎。这么保守吗？啊，他有种子，所以他要尽可能的耗死我。有一套，反正只要给他打残了，我待会儿麻痹，并没有。他算得准呢，你就生你的吧。他换下，他满血之后换下了。好，他也上辉夜。不是说寄生种子，丢丢丢丢丢丢，看谁的辉夜厉害了。只要给他辉夜打残，就算我打不赢他的辉夜，只要给他的辉夜打残，然后待会儿我骆驼母上来一个电，劈死他。直接几句话，我能守住？难道他有喷射火焰？哎呀，他果然是有喷射火焰的。我虽然猜到了，但是，也就是说他的辉夜是克制我的辉夜的辉夜。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吧？拼什么连宝啊？空气斩啊，他不会畏缩。连宝啊，打不死我的，打不死的小强。他没中种子，我已经中上了，这是我的优势。轰！空气斩让你畏缩啊，他快是吧？哈哈哈哈，他寄生种子没有命中，
所以我这时候换上骆驼母吃它的种子，然后骆驼母给一个电劈它一下，对，这样比较好。吃种子就死了，对哦，我还有11血，吃种子就直接死了啊！但是它种上的那一回合我可以啊，不行，所以只能硬揍了。加农光炮，来，我被他种上了。哎呀，我克制不了他呀！他也开始吸了。Lock down， 对他用喷射火焰。送他！谁让人家的辉夜是克制我的辉夜的辉夜呢？异兽提升也没用哦，他异兽提升提特防，正好防我的美狼，好有策略的赶脚啊！异兽提升提特防，正好防我的美狼。蒸汽弹有可能命中不了，所以我冰光吧，我稳一点。如果这时候我蒸汽弹命中不了的话，我就废了。哎，结果他还换人了，有想法呀！冰光给他冻住，好难。这个每一个都是回血的，这个家伙。换人和碉堡哪个先来啊？应该是换人先来是吧？剧毒还好我换了，险呐！因为我已经没有骆驼母过渡了，这时候不上美狼就没有机会了，但是美狼打他实在是太亏，我拼他换辉夜，耶，拼对了，哼，拼对了，但是美狼打他那个谁也是效果不佳，蒸汽弹。气妖已破，哎呀，要不是这个结局的话我们就打赢了，蒸汽弹夸嚓给他打到一半，然后气妖守住一个回合，哎，不用气妖守住，他用那个什么嘛，他用精神种子，然后再一个蒸汽弹收掉铁火辉夜，然后菲洛米狼送了铁火辉夜，对他的超坏心稳妥，没得了，有没有命中？其实我那个预判他换人已经是很极限了，这个事儿只有那一种取胜的可能性。我虽然读到了，但是，唉。哎呦，27000了，就差这点命中率的问题。按道理说草钢的话我应该带喷火龙，要不然我谁都打不了草钢啊。草钢其实格斗也能打，但是他还有一个飞你，没事，路杀整上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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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对方选手派出了他的来记 Alexi， 哎呀，这可是比我的美狼还要快的人呢、啊。反射臂，哎，我是特工费洛美狼，他没想到他的 Alexi 没了哟，这么能扛啊，尴尬，但是依然要上冲面上吧，万一人品弹命不中的话就全面被动，万不得已的时刻就不要去拼运气了。哎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。哎，但是他为什么要用个电磁波呢？就算命中我他不也倒下了吗？他这样不合算，他还不如放光墙呢，我集聚不就行了。叮叮叮叮，下，漂亮，毕竟异兽提升过了，
退队了。我可以大胆的说，我已经推对了。又一手提升，提两段了，对方应该要投降了，估计。呀呀呀！小火鸟又是送的，寒冰还效果绝佳，你可敢信？这也没用了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寒冰把自己的气妖给破了。叮叮叮叮，咔嚓！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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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有问题吧？不会被他反推了吧？不会被他反推了吧？完了，我把自己的气妖给破了。哦，但是冰雹，对对对，还好我开了冰雹，我开了冰雹，他也顶不住了。他不会有雨气吧？我猜他没有雨气。哎，我还没带灰夜，你说雨气，我就一招干掉你。九万波鲁托，啊，他投降了，好吧。几句话怎么语气？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？几句话就没有语气了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终于赢了一局，今天连跪啊！好，23,000了，七七，这名字起的。赚人家便宜啊！电鸟，老回班，嗯，电鸟我应该用什么对他呀？刺甲背，我看好多队里面都有刺甲背，但是从来没有碰上过，好像大家都不倾向于带刺甲背。多罗巴鲁多多龙。多龙也没有快，美狼比多龙快吧？应该，他很犹豫，他知道没有我快。多龙比菲洛美狼还快啊！我裂开了，这运气啊！围巾的，还打不死他，他又要用祸不单行，我还不送了，怎么地？不是围巾，对啊，围巾的话他就换招式了，他就不能换招式了，鬼火，鬼火我不怕。可以尽情的让他用鬼火，电磁波啊，我也不怕，电磁波降我速度，怕什么的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本来他这个多龙早就死了，真是奇怪呀。什么情况？又要三连麻痹了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给种种子了，我还没给种种子呢。两个哪有啊？刚才菲洛美狼还有一个没动的呢。本来这多龙早就应该倒了。哎呀，老回班。扬沙地老回班，挑衅！糟了，我中了挑衅了。我刚才应该，哎呀，直接给他一个加农光炮不就香了吗？
主要是我这个辉夜也太残血了，所以我就不换了啊。好，辉夜扛住。提供技能又没出招，这30%的概率都已经90%了都。哎呀，对面你自己认输行吗？你运气这么好赢了，你心里面能踏实吗？你是不是应该自己认输？哎呀，过分呐！美狼上去被沙暴直接就废掉了，对方应该觉得胜之不武，然后愤而投降，才是我应该看到的样子，就是这样的调性。继续闪亮，他应该是弱点保险是吧？咔嚓，哇天，完全打不动啊！但下一次有雨天之后可能会好一点。他弱点保险了，你看这要是刚才被我的那个铁火辉夜揍两下的话，哎呀，哈哈哈，太帅了！他用了极具大地，刚才我辉夜先揍他两下的话，这会儿老班已经没了。噔噔噔，再见！刺甲背，只剩刺甲背我就不怕了。闪电，还破壳，还破壳！还破壳，不就带了一个屁带吗？你再破壳，破壳也不可能一下打死我的极巨化骆驼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呀，他破壳之后跟费洛美狼谁快啊？这个问题我有点好奇啊。岩石暴击应该打不死我，耶！我还有个果子呢，他岩石暴击如果触发到了果子，果子会先吃，吃，对，跟他打五下也没关系，我会先吃。King 啊，对，我飞龙美狼还麻痹呢，所以肯定他快，但是洛神扛住了他的岩石暴击。霍克斯甲背就是一个打击面有点窄啊，要不然还是相当恐怖的。又赢一局，感谢大大的番茄味薯片给大家送出礼物啊！哦，20000名，总体来说今天又上了点名次。